是梦的起点，不怕输才是必要条件。当泪水折射出了光线，一瞬间，这瞬间只好沦陷。别去理会那些道理，我的字典里永远没有放弃。第一百零一次站起，只因为我还剩下勇气。再说我顽皮，不是我叛逆，复合不是目的， sorry 说声对不起。就算我在梦里大声哭泣，也不会去计较汗水泪滴。永远记住不要失意，绝对不要轻易放弃，记得用尽全部力气，才能让自己奋力冲到第一。释放我内心里的那个小宇宙，没有错，你看到的那个就是我。梦想我不会让它擦肩而过，再次遇见你我绝对不会错过。 Yeah, that's right, peace and love。 要证明真理，别假装失意，人生不是道选择题，回不到过去就勇敢前进，脆弱都留在黑夜里。要感谢结局，就坚定权力，有梦可做的人永远年轻。理智的相遇，未知的轨迹，我的输赢谁能决定？你好，朱宇坤，你还有脸出来？你害我们害的还不够惨吗？是啊，这些年中式点心因为你丢尽了脸。当年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凭什么一声不吭就弃赛啊？当年，你说的是，师父已经有许多事情他都记不得了。我来帮师父好好回忆回忆。秦璐，哎，世界点心大赛，您为了压制我，死活不肯让我上场。可在决赛的现场，你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作品，把冠军拱手让给了巴斯蒂昂。就是因为你的临阵脱逃，让中式点心在国际声望上严重受损。我记不得了。我真的不记得了，我想不起来了。好，师傅，看一下。对不起各位评委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做点心了。对不起。给我。看清楚了吗？你一句不记得了，就想摆脱过往的一切吗？就想抹杀一切吗？愚公，你对不起所有的同行，你丢尽了点心协会的脸，你让大家严重受损。于私，你妒贤嫉能，你把自己的徒弟当作牛马，所有的功劳都是你的，锅却由我来背。秦璐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真的不记得了，你让师父想想好不好？不要再谈什么师父徒弟了，你现在不配做我的师父。今天，请大家做个见证，我要与这个不义之人断绝师徒关系。这是当年我做学徒时你送我的工具。今天我全部还给你，从此以后我们两不相欠。先生，
天禄，爸，怎么了？他输我，输了大赛，丢了协会的脸，我记不得了。你别听这个心术不正的人在这血口喷人。他是因为你知道他私下贿赂这些评委，才在这搞事情。师傅，我这么做也是为您好。您给评委塞红包。 侮辱我的技艺，不是师傅，大家都这么做，我怕您的荣誉。滚！以后不准你笑我师傅，我们有你这样的徒弟。师傅，师傅，要不是因为我去认识个记者，还真不知道你放这些黑料，还揪不出你了。彭千禄，你就是个欺师灭祖的小人。还有你们。 当年跟着朱师傅吃了多少红利，现在怎么一个个都跳出来把矛头指向朱师傅了？我们也不希望看到朱师傅出状况啊！朱师傅离开10年，我们也一直在找。朱师傅失踪之前，他代表的也是我们协会啊。朱师傅是典型界的厨神，你们没有人想一直屈居第二，所以才想方设法的想把他拉下神坛。爸，咱们走。啊，魏坤。 你不会真的以为这个随便喊你爸的人，就是小飞吧？你睁开眼睛好好看，他不是小飞，小飞10多年前就已经死了。小飞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这是在置他于死地，你知道吗？ 何贤，你可以忍你。唐前路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你可以骂我，污蔑我，但是你不可以诅咒小飞。小飞，我们走，我带你们去报名，我们参加点心之王大赛。走。 就是这儿，对，是朱宇坤。对，朱师傅是我们这次参加比赛的名厨指导。啊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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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请把这张表格填一下吧。哎，好，填一下。这样可以了吗？啊，可以可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谢谢你啊，欢迎啊！你们加油，加油，祝好点啊。 朱宇坤，云佳，小飞生前没有得到的父爱，师父全给了这个冒充者。师母啊，大老远的把您叫回国，是因为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。明明是他害死的小飞，现在却跟没事人似的。你也知道。 我是看着小飞长大的，现如兄弟，真替他难过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只是恨朱宇坤罢了。师母英明，但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俩基本是一致的，对吧？云佳，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回来看看你，不行吗？好，我当然欢迎。 但是，你回来也告诉小飞一声，让他去机场接你。你真是老糊涂了，连自己儿子都不认识。我怎么会不认识？小飞，朱师傅，师母的话您总得相信吧？如果今天不是师母过来，我真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啊！ 朱宇坤，你把你眼睛好好擦亮看看，你眼前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你儿子。小飞他早就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每天只可以晚2个小时。我给你买了一块表，每天闹钟响的时候。
你就给我回家！不要！你的事就是朕事，我的事就不是了，是吗？你说你干这个有什么前途？你到头来不还是伺候别人吃饭的活吗？你说什么？好啊，你去玩滑板的，你摔到残废我都不管你。好，我现在就去跳伞，我去攀岩，我摔死了也不要你管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你去啊，你去啊！摔死了我就当做没生你这个儿子。 你别说了，我爸受不了这样的刺激。说是你喊爸怎么那么别扭？我们是在帮他恢复记忆。程千路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为什么推我儿子？喂，你干嘛呀？我在比赛呢，你不知道我在比赛吗？小飞出事了，你个混蛋，儿子摔死了。小飞。 何仙，你答应过我什么啊？我告诉你，宇坤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绝饶不过你。你们俩出去。金师傅怎么样了？在里边昏迷着呢。 我去看看。哎，你别进去了，别进去，艾玛，蒋总在里边呢。啊，你怎么能让朱师傅去协会呢？啊，如果他出事了，你全责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睡过头了。真不靠谱，就不应该相信你。蒋乔。 你怎么来了？找死是不是？你有病吧？你怎么见面就打人呢？谁让你充当小飞的？要不是我工作出差，奶奶又瞒着我，你早死了。起开！ 小舅舅，他是谁啊？好凶哦！他巴掌扇得这么响，一看就是前女友啊。
行了，你别问了。朱伯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怎么一点消息都不告诉我？你这个日理万机的人，连我都见不到你，谁还敢打扰你啊？还有何贤，他怎么就变成小飞了？朱伯伯昏过去以后，糊里糊涂的就错把他当成小飞了。我倒要问问你，你以前交往的就是这种人呐？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走，跟我去见一个人。思兰，哎，你在这儿啊。好。走啊。袁家阿姨，哎呦，乔乔，来，快让我看看，都长这么大了，真漂亮。哪有您漂亮？您从来都没有变化过，好吗？小嘴儿还是那么甜。袁家，您来了，屋里坐吧。哎，走吧。什么时候回国的？刚回来。云姨，我们刚从医院过来，朱伯伯他还没有醒。你们来就是跟我说这个，他的事我不感兴趣。云家，你们俩过去不是没有过好日子，何必这样呢？是他害死了小飞。已经十年过去了，于坤啊一直在惩罚自己，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就放下吧。你们只关心他痛苦不痛苦，你们关心过我吗？能有谁比我这个当妈的还痛苦？云家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但人总得往前看吧。我要休息了，你们没什么事儿就请回吧。您先好好休息，我过两天来看您。来来来，大家都饿了吧，吃点东西啊。嘘，来坐。来，小乐，你吃这个。谢谢啊，小布丁，我还不饿。怎么会不饿呢？人是铁，饭是钢呀。还不知道朱师傅什么时候能醒过来。我现在才想清楚，小飞是在朱师傅比赛的时候出的事儿，那这打击对他也太大了。唉，心疼朱师傅啊。那次退赛没能夺冠，还有好多人还骂他。你们在这儿等着吧。你过来坐会儿，我去看看。
哎，你好，李阿姨，我是何贤，您要是方便的话，我想跟您谈谈。李阿姨，我想您应该知道这些东西，这些玩具手办，都是10年前朱师傅给小飞买的。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房间的时候。 特别的惊讶，这是每个男孩子都梦寐以求的。你以为他这样做就能赎罪吗？也许我没有办法要求您原谅朱师傅，我只是希望不要被坏人的仇恨所利用。小飞走了之后，朱师傅就彻底崩溃了。这10年他一直在流浪，露宿街头。 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穿的破破烂烂的，吃着馊了的馒头，喝着别人剩下的酒。我想这个人，他一辈子就毁了。如果我要没有变成小飞的话，也许他一直会这样吧。我这样说，您会开心一点吗？都是朱雨坤害死了小飞。 要不是在他生日那天气走小飞，小飞能失手摔死吗？他现在假装失忆，就能过去了吗？您别这么说，有错也错在我，我不该把朱师傅带回来，是我让他失忆的。我还要跟您说个事儿，小飞手上的那块表，这10年他一直戴着。如果我勾起您不好的回忆。 喂，你在哪儿呢？看见雨坤没有？怎么了？他从医院失踪了。什么？你怎么才回来？朱师傅，江董呢？江董去调监控了。朱师傅一早就从医院离开了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而且朱师傅什么都没带，谁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朱师傅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人也不见了，表也不见了，他不是恢复记忆了吗？ 那咱们赶紧去找吧。去哪儿找啊？我去找找他吧。
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儿。我想起来，想起我们，想起我们的小飞了。你有什么资格想小飞？要不是你，小飞就不会出事。可你呢，没了一个儿子，换一个儿子，你倒是挺会享受天伦之乐的。小飞是我唯一的儿子，谁也不可能代替。我知道，这几天是你十年里唯一快乐的时光。有那么好的四个孩子陪着你，还有人惦记你，蒋勋和乔乔，他们像家人一样对待你。而我呢，我这么多年一直是一个人，我连这几天我都没有过，我一无所有，我只有恨。我真的，我也没办法原谅我自己，都是我不好。我也有责任，我把你当作替罪羊，好像你是凶手。因为如果那只是个意外，我承受不了的。为什么偏偏是小飞？所以，真的，我真的无法原谅你。是啊，我知道。但是。你可以先试着原谅你自己。我就要出国了。你真的不留下？不可能了。朱师傅，对不起，我不怪你，这都不是你的错，我是来看看小飞的。啊，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了。跟您相处这段时间里，虽然让您难过了，但对于我来说，却像一场梦一样。我从小到大是被姐姐带大的，从来都没有感受到一个父亲的照顾，像您这样的父爱。我不该冒充小飞，对不起。我说过，我不会怪你的。叫他们过来，你们过来。师父，师父，你们不要再叫我师父了。我不会再收徒弟了，你们去找一个更好的师傅吧。朱师傅，您就是最好的师傅了，没有比您更好的了。谢谢你们这些日子来陪伴我。朱师傅，十几年前在福利院您给过我一块绿豆糕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点心。我做的点心，我是一个点心师傅。什
么叫点心？点心啊，代表着点点心意，吃完它呢，会让人开心，充满希望。当时您还告诉我，如果长大以后想学点心，就过来找您。那我以后想学做点心，能来找你吗？当然可以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朱宇坤。我叫花蕾。我大概记得有那么一个小姑娘，那个就是你。可是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点心师，你不再需要我了。可是我只会做西点，我对中点一窍不通的。你们都不要再勉强我了。何贤，你很有天赋，你内心真的喜欢做点心吗？你为什么费尽心思去做一件你不喜欢的事呢？我看我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吧。朱师傅，那好聚好散吧，各位。那我们比赛怎么办？没有朱师傅做领队，大家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。哦，对了，何贤，虽然很不好意思，但我还是得提醒你，记得把钱还我。怎么办呀，小九九？你们都回来呀！这么点挫折就放弃了是吗？上官。好久不见。你是？我们见过的。哦，你是在医院打和弦的人。我们5年前就见过的。进来进，哎，别动我手，哎，别到了，谢谢你，升官，我下课了。我一直想谢谢你，但是我找不到你了。原来你回国了。抱歉，我好像完全不记得你了。没关系，你现在有重新认识我的机会。上车。我想还是不必了。我不勉强你，我们今后一定会再见的。毕竟我可以帮到你。你很有天赋，你内心真的喜欢做点心吗？你为什么费尽心思去做一件你不喜欢的事呢？小九九，你不老说天无绝人之路吗？其实我算过了，就算没有烧饼铺了，我还可以去摆摊，每个烧饼的利润呢是1.08元，然后每天卖出200个烧饼，每天就能挣360块。一个月呢，也就能挣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在这算了。
小舅舅，我们你真喜欢卖烧饼吗？嗯，喜欢。卖烧饼是妈妈教我的，如果我不做了，他就失传了。小舅舅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弄堂里啊，好多人都离不开这一口了。我觉得做烧饼是我最开心的事情，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得上它。宇坤给我来电话了，说他要去昆山杨家面馆找老朋友叙叙旧，能不能继续参加比赛就看你们自己的了。你去哪里啊？我去找一个人。黄磊，我有事想跟你聊聊。我跟一个半途而废的怂包有什么好聊的？谁半途而废啊？我真有事要跟你说。我没空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想继续参加点心大赛，邀请你一起。咱们连导师都没有，怎么参加呀？这不用你考虑，你参不参加吧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朱师傅之前问我喜不喜欢点心。我自己想了一想，如果要不是真正的喜欢，我不会去做这件事儿。如果你问我讨厌讨厌在哪儿，也许我只是讨厌点心给我带来的回忆吧。小罗妈妈，这怎么了呀？从那以后，我就偏执地认为是点心害死了我姐姐。其实我就是给自己找个借口罢了。我姐的死是因为过度疲劳。小楼说的，说我不是讨厌点心，是讨厌那个时候的自己。既然点心让你这么痛苦，你为什么还要重新回来做呢？除了痛苦，点心也给我带来了温暖和爱。跟朱师傅相处这么多天，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小小的点心包含的爱，也更让我坚定地觉得这件事让我值得全力以赴。那我跟你这个点心小白一起组队，不是委屈我了？你跟我一起组队，你占便宜了。跟我来吧。这是你第一个厨艺大赛的奖杯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，是因为当时我也在。接到手很正常，下次注意。谢谢。哎呀，所以你把十个手指头都贴上，提前预防一下。毕竟呢，你不是天才，像我这样的天才呢，根本不需要这种东西。获得青年厨神大赛冠军的得主是和弦团队。耶！哇，
我的天哪！这么说，10年前你就开始喜欢我了？你要点脸行吗？那次比赛你拿了冠军，我连决赛都没进去。毕业以后我就去法国了，专攻甜品。本来我以为咱们两个的人生应该不会有一点交集，谁知道就这么阴差阳错的碰上了。哎，但我觉得你小子还有点初心在，所以我愿意相信你一次。那这么说，你是答应我想跟我们一起参加比赛，一起拿冠军了？啊，我们一起做出最棒的中式甜品，推向到世界。成交。花蕾姐，你做的点心也太好看了吧！这个叫布丁绿豆糕，是我自己研制的。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散伙饭？怎么样？多吃点吧。平时吃不着这么多好吃的吧？多吃点，吃完各奔东西了。嗯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又开始崇拜我了？这种家常菜难吃都难吃到哪儿去？嗯，怎么样？你肯定会说一般般吧？嗯，确实不错。像这种中式点心拿到国外去。也不丢人。花蕾姐，小舅舅，你们手艺也太好了，真的很好吃。何贤，嗯，来我家做厨师吧。卖身抵债，怎么样？行了，你别不要脸了，赶紧吃吧。吃完这饭，咱就各奔东西了。小舅舅。嗯，多吃点。谢谢小舅舅。你们还有什么想法吗？要是没什么想法，吃完这顿饭，就跟过去说拜拜了。哎，但是咱俩散不了。你是我最棒的战术，我不能跑，也跑不了，你也别跑。这次比赛，你得在。你还要继续比赛？对啊。可是没有导师怎么办？继续求朱师傅啊。我真以为你能想到什么好办法呢。可我们把朱师傅伤得那么深，他不早就言辞要拒绝我们？没关系，你想办大事儿怎么能好面呢？被拒绝了，我们还可以追回来呀。那要是再次被拒绝呢？没关系，再一再二不再三。这个心死了吧，没事，人活着就行，就可以再次的把它点燃。你真这么想？我真就这么想的。蒋董事长今天还给我发微信呢。
说朱师傅去昆山杨家面馆找他一个好朋友，我确实想去找朱师傅跟他死缠烂打，请求他原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一个可以重回巅峰的男人。来吧，吃完这顿饭了，你们带着各自的愿望，我们一起去实现吧。我的愿望就是成为像朱师傅那样一代掌心大师。有仇不报非君子，打败巴斯蒂赫。既然要比赛的话，这么多冠我可不干啊，算我一个。好，那就让我们一起冲向巅峰。失败多了会不会换来成功，不知道理想是否还屹立在你我心中，我知道彩虹出现是因努力感动天空，也知道未来荣耀是依靠从始至终，流淌着龙的血脉该是英雄的气概，追随着赴汤蹈火，未来是这执念还在，这一场与时间看谁快的比赛，被期待被责怪被伤害被世界淘汰。黑夜与星空相拥，全部清空，迎接明天晴空，动力促使我们轻松面带笑容。黑夜手指向天空，无论何去何从也要气势如虹，只有梦想还在就能谱写未来。失败多了会不会换来成功，不知道理想是否还屹立在你我心中，我知道彩虹出现是因努力感动天空，也知道未来荣耀是依靠从始至终，流淌着龙的血脉该是英雄的气概，追随着赴汤蹈火，未来是这执念还在，这一场与时间看谁快的比赛，被期待被责怪被伤害被世界淘汰。